大家好啊！今天这个就是发个视频呢，其实就是怀念一下我们家这个病别动！逝的这个别狗动！子，我们家狗子回汪星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就是一直没怎么出视频嘛。一是因为忙，换工别动！作了；二呢是因为搬家；三呢就是家里的狗子突然病逝了，然后就挺突然的。2天之内就走了，然后就挺难受的，难受了有好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心情拍视频嘛。然后最近也算是终于缓过来了吧，所以就把鞋拿是过来，渐渐的去，我在把鞋拿过来。把视频安排上，然后慢慢的拍视频。哎，就是借此视放频下。来怀念一下我们家的狗子吧，然后。也不希望，比如说有一天我手机坏掉了呀什么的，这些他的以前的录像或者照片什么的遗失了，就当是我存的一份备份吧。Oh!